咁嚟到德國啦，就我覺得要試多啲咁當地嘅新鮮啤酒。咁同你平時喺香港飲嘅啤酒好唔同啊，因為咧德國做嘅啤酒啦，咁佢哋一來係新鮮釀製先啦，第二咧就係佢哋啲麥味嘅啤酒咧係真係好香。呢一間咧就係路浮堡市政廳對面嘅德國餐廳啦。今次咧就食烤雞髀，咁佢上邊咧有啲番茄嘅 sauce 啦，再配埋薯仔嘅。